要的南瓜饼教程来楼，先看后赞好习惯。煮熟放入糯米粉，喜欢吃糖可以方糖，揉至不粘手即可。家里没有手套不要说我，准备饼干黑芝麻。拿一个饼干中间放入揉好的面，再放上饼干两边按压，把多余的去掉即可。黑芝麻滚一圈，这样南瓜饼就好了。换个角度再做一个，一定要仔细看哦。两个一起粘兮兮，油温八层热就可以下锅，炸至金黄翻一下。按下去飘起来就好了，一定小火炸哦。